打开公司谢雷，早上刚刚带宝宝社区医院体检回来，9个半月，现在坐下来所有指数基本都是中等，我们很满意了，毕竟去年他是提前整整一个月早产出来。今天没时间买菜烧饭了，出去找个小饭店搓一顿。宝宝小手抓一抓，抓住鱼儿小尾巴。戴帽子出去了呀。镜子还好，早上雨停了，下雨的话就不来了。甜度小园农家乐。你好，请问需要吃点什么？你们有菜单吗？我们这边没有菜单。没有菜单。对，就是新鲜的菜。那你就上了5个菜吧，你们特色的。乖啊，爸爸妈妈吃饭，你乖乖的坐一会儿。第一道菜，红山麻鸭。上堂课。你都晚上吃吧，阿姨赶紧吃吧。外头有盒饭的，盒饭比较便宜，吃的人蛮多。张先生，你也吃盒饭子，甚至后还吃，你个三菜完顿了。饭来了，镜子，盛点。来，尝尝一只手头，我等会喊你加点糖的。土鸡汤来着，辣叉子一碗，还是上一口。来弄个。那个是米筋，豆肠来着，那个豆肠才是当街当了一台个呢。阿姨，这两个是什么打结打在一起的？小肠，这个小肠一个大肠打在一起。吃过没有？这种打在一起？吃过，我们那边靠这样搞的。宜兴也这样搞的。那苏州我倒是第一次。镜子上那个，这是三包菜，农家杂烧。搞出一餐五十块三。那是十一来块，我收了这些。再挨挨啊，爸爸妈妈马上吃孩子。再等等啊，闹闹马上就冷孩子啊！我买单回来了，来阿姨你们猜猜看，这一盆饭再加5个菜多少钱？阿姨你先猜。200多。镜子你猜。100多。我来介绍呢，埃地菜300。实话实说，味道还是可以的，这个鱼啊，那个肠都是非常的鲜。价格的话，朋友们你们自己看吧，贵不贵？不能浪费，300多块钱，要你记住吃。Yeah.